手语演绎搭配短剧演出，歌词意涵随着旋律深入人心。高雄教育团队齐聚，接着要联合演绎《父母恩重难报经》，祈愿这首经文跟曲子呢，能够串联起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道心，让我们那个道心越坚固，让我们能够在心中真的自己发愿，然后去点亮这一把心中的阳光，散播到每一个地方。艰深的经文以音乐剧的方式来呈现，亲子班的学员和家长也来挑大梁，演绎父母十大恩情。半年的练习，亲子关系更紧密。妈妈可能生我很辛苦，还是照顾我很累。我妈妈去洗澡，我可能会帮先拿好衣服。淑珍变得蛮成熟，然后他也更懂得会去尊重我们父母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有无形上的一个对他成长有相当好的影响。行善行孝不能等，借由经文演绎启发孝心，从懵懂到深刻，善的种子也在心灵萌芽。大爱新闻潘中王昭忠高雄报道。